们医界推荐的有李峰医师啊，像很有名的常常看电视的孙丹迪医师啊，哎，他们都对静坐很赞赏哈、哦。那个长庚生技杨定一医师，他是一个医学博士哦，都知道他这个人了、哦、哈。这人也是很强调，他医学已经要像他这样领域的人不多了，他也是回到最简单的地方。从身心灵健康的概念来着手哈、哦，那企业上有华硕那个施崇龙董事长嘛，他说他办公室旁边就有一个绿色的坐垫的，一有空他就在打坐沉思哈。那之前叶局长、叶部长他生病然后参加内观，说也改善了哈、哦。那各位为什么来静坐？没有时间问各位了，像我们会有点名簿嘛哈、哦，下个礼拜就给我，反正上这个课就有趣的地方，就是随时要准备被点到啊、哦。哎，静坐的功效，刚提到有可以开发潜能啊，创造力啊，减少渲染暴力啊。那我们比较关心的是，它可以治疗疾病啊，比如疼痛啊、失眠啊、鼻炎啊、青春痘啊、慢性病啊，减轻压力。就减轻压力这个话题哈、哦，医学他们做一些研究，一个人一旦接受压力哈、哦，他大概就会影响他的自律神经啊、内分泌啊、免疫系统，然后做了一些变化。那我们看，在静坐的人跟他测脑波哈、哦，他的西塔波会比较多啊、哦，能量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哦，会比较有利于那个神经的修复和那个能量的补充。那我们再看免疫系统哦。一般压力大哈，抵抗力都会降低啊，都会常生病啊。这各位应该会有那种经验，熬夜啊，或者是有很多事情就容易生病啊。那静坐最直接的一个效果就是放松啊，它可以让我们压力减低，然后那个让免疫的反能力会更高一点。那实验上就是他就把静坐组和没静坐组来做实验，就抽他的血液。结果发现，静坐组的人，他抵抗病毒的抗体就比较多。他刚刚说，他会影响自律神经啊，还有高科技的就去看静坐，结果他血液分布会改善，会调整，会影响自律神经的功能。那内分泌这部分，他会自我调整哦，比如他高能量组这一笔，这个是在静坐前，这一组人都是比较高能量，85、100。结果静坐之后，它就会调整到比较温和。你再看低能量组的话，这一组就跟刚才相对就比较低嘛，温度100，这比较低嘛，静坐之后它就会升高。所以静坐它是一个，我机制不知道，刚刚已经说我们知道这个现象，你不知道，我们就说就真实的讲，它就是有它的功效。所以在国外美国外国人啊、哦、他们减压中心就给静坐下一个定义啊、哦、他们说静坐啊、哦、不是一个技巧，它是一个生活方式啊，它是一个生活方式。那我也没有时间问各位了、我个人认为静坐是有技巧的，静坐可以站着可以坐着、站着就是刚洪教授讲的太极气功阵法，我个人会比较喜欢坐着的哈，坐的能量就不太一样。但是当我们年纪越来越大，有时候你一下子要坐不太容易，那站着那也可以用啊。但它是有技巧的，那它可以协助我们健康啊，身体健康、心情愉快、很宁静，这是我的定义啊哈。那我个人觉得那宁静的感受就像是一种甜甜淡淡的、柔柔舒舒服服的、清清爽爽的，好像有一点点微微光围绕那种感觉了哈。我个人的体验是这样。那静坐为什么有技巧？怕走火入魔吗？在这堂课不跟你讲玄虚的事情哈，走火入魔不是我关心的话题哈。我关心的是静坐不好，你会受伤。就像如果静坐真的会健康，我们
道场那么多长辈都在静坐，好像也不一定每个都健康嘛。问题出在哪里？我认为他没有掌握到技巧，比如我们的很让我们尊敬的督导，各位有没有注意？还有蔡中医，中医你有办法做过来吗？各位，你觉得那个我还可以再讲吗？不是，我要再师傅说，不好意思，我先。好，请问我还可以再讲吗？可以，可以的哈。这问题，问题出在哪？各位，你觉得贾博士做的好不好？来，各位，你看我们那个师兄，就像贾博士，就像我们这个师兄做的一样，很像哈、哦，对吧？连脚都是右脚在上面，对吗？在我们这堂课，这种方式是不建议的，我们只建议几个姿势而已。静坐上坐不久，静坐最常见的问题就是坐不久，腰酸背痛。那个法鼓山的一些那个静坐的干部都很佩服我。你别说佩服，对我这个年轻小伙都说，你在哪里学的？我认为关键在技巧，谁找到力学的最稳定点，他就可以最省力，可以做正经，做更久啊，合理吧哈。大部分人都是用硬撑的，你会发现我做一个小时我还是可以跟你做啊，有的人做二十分钟没有抓到那个技巧啊、那个酸痛的克服过之后就大家都一样了。现在大家可能会遇到克服酸痛的问题，但是很多人酸痛已经克服了，但是他也是做不久，他姿势也是不好。所以我们这堂课我们强调的姿势是只可以双盘，然后双盘你要奇数日要右脚盘在上面，左偶数日左脚盘在上面，这样你脚才会端正的。你也不能一直都盘右脚在上面。那第二个姿势就像我这样乖乖的跪姿，你看我从上课到现在我大概也没有这样吧。那都是听你的吧，这两个姿势，然后再来轻松坐，轻松坐，就等中途看那第五堂、第二堂再讲啊，那个没有来上课的没有听到好了。所以原则上，各位目前你只能用双盘和跪姿，那跪姿大家没做好会很。那个会拉得很紧啊，那跪姿有几个技巧，现在先不讲跪姿了哈、我们就单独的静坐。先上地，因为先暖身之后再来做静坐会比较舒服一点。